李生，你今次嘅肺炎系因为艾滋病毒破坏咗你身体嘅免疫能力而引起嘅并发症。我早几年验过血，明明话我冇事噶，之后我都冇搞搞震。你几年前验过血，咁你记唔记得喺你上次验之前嘅几耐，曾经同人有个性行为，而又冇用安全套？ 10日，我记得好清楚嘅。嗰阵时啱啱我去追我太太，我决定修心养性。嗱，李生，一般嘅检验方法咧，系喺感染之后8至12个星期之后先验得到。喺医学上咧，我哋叫做空窗期，10日嘅时间未必验得到你系咪感染咗艾滋病。咁我太太会唔会有事噶？我哋结咗婚6个月，好彩。 我哋都未打算要BB住，一向我哋都好小心嘅。如果你哋每一次都用安全套，你太太感染嘅机会就细好多。不过佢都要验过佢先知嘅。李医生冇嘢，你又搞人哋，人哋都系有病先睇医生啫。系咯，就系因为佢有病啊，我先唔俾佢喺我车咁远，整邋遢我哋地方啊。喂喂喂，你个仔我啊都系啱啱先病好咋。哎呀，陈柳你有份噶，唔使翻工咩你？ 你嘅验血结果系阴性，即系冇感染到艾滋病。你唔使担心啊，姑娘啊，我先生同我讲，我喺几年前，即系同我行埋之前咧，验到艾滋病自己唔知噶，佢会唔会讲大话噶？咁呢个问题我答唔到你，因为验血只可以验出有冇艾滋病，又唔可以验到几时感染到嘅。咁我应唔应该信佢啊？ 信唔信得过你先生？你应该清楚过我，系咪咧？咁如果我继续同佢喺埋一齐，系咪迟早都会惹埋我噶？咁艾滋病系会透过性交传染俾性伴侣嘅，无论几安全嘅性交，都会有一定嘅风险，所以。 咁就要睇下你同你先生点睇你哋嘅婚姻生活咯。婚姻生活系咪一定要透过一般嘅性行为，或者有冇其他方法可以取代呢？咁系咪要同佢离婚啊？有啲夫妇一有波折就谂住离婚，从来都冇谂过啲咩办法去解决，咁之后可能又会后悔啦。 如果你认为你先生做咗啲好唔应该做嘅嘢，咁得到艾滋病，佢已经付出好大嘅代价啦。至于原唔原谅，同埋接唔接纳佢，咁就睇下你同佢关系同感情啦。喂，志文，你仲揾我做乜嘢啊？我净系想同你解释清楚。 師兄，點啊？睇你面色唔係幾好喎，暫時冇嘢，煩咁啦，聽日打電話再選擇。Raymond，點啊？好得閒啊？
点啊？你又俾啲咩桥人啊？你有好桥你俾我啦，你冇唔记得我个组噶嘛？你又点啊？啊？日本 Cookie 啊，有三个动画，我相信香港啲后生仔一定啱睇。而家咧，我哋倾倾佢啲版权问题。Ken 啊，咁你住院嗰排咧，就阿 Sam 帮你跟咗一轮嚟噶，咁介你跟翻啦。但系个 project 始终系阿 Sam 开始噶，我谂都系佢跟翻好啲。冇所謂喎，幫公司開荒都我強項。嗱，李生，雖然到目前仲未有根治艾滋病嘅藥，但係如果你肯俾心機食藥嘅，艾滋病毒好有機會受到控制。我有啲病人食咗好幾年藥，到而家仲係好精神咁翻工做嘢。早啲翻嚟，帮我做啲嘢。又搞啲咩啊你啊？啲街坊咧叫你帮手画几幅画，睇嚟讽刺嗰个政府咧，夹硬将嗰啲奇难杂症嗰啲病人咧摆喺我哋嗰条村度。我哋谂好晒噶啦，咧画到佢哋一个一个咧就好似炸弹咁样，咁样咧就碌埋你，咁样咧佢碌到边系炸到边，炸到啲地方咧就污糟邋遢，搞到我哋啲楼价跌晒。咁放炸弹嗰个就梗系政府啦。哇！點解你哋話唔啲咁變態嘅嘢㗎？硬係歧視啲病人嘅？呢啲嘢你唔好怨我啊！翻工啊！啊！阿姐，出嚟得啦！哎呀，亂亂盡盡。係，思敏，翻唔翻啊？係啊，啊，翻嚟探啊！好耐冇見你，好食。做咩咁紧张啊？打个黑黐啫，你估麻风咩？点知佢有冇传染病？艾滋病噶？你冇常识噶你？艾滋咁易传染嘅咩？系咁，你全家都有艾滋啦。呢度系我哋图书馆啊，好多文字嘅资料噶。咁呢边咧就有啲录影带，有乜问题咧，你问我哋同事啦。你俾个机会我讲清楚好唔好？仲有咩好讲？其实我哋行埋之前，我都有验过血嘅。我点知自己会有事啫？如果我知嘅话，我一定唔会同你结婚。你讲你咁嘅嘢做乜嘢啊？对自己做过嘢负责任嗰个你，唔系我啊。是吗？
我日本嗰個 Cokia Project 咧，佢哋已經應承將佢哋嘅版權賣俾我哋。價錢方面咧就比預期之中低10% 度。如果你 OK 嘅話，我哋可以簽約噶啦。Well done. Well done. 博士啊，我少少有個 medical appointment， 可唔可以攞兩粒鐘假去睇醫生啊 ？Ken 啊，究竟你身體有啲咩唔妥啫？你最近成日都攞膠啊！咁啊，呢個都好私人問題嚟嘅，我都係隨便問一問嘅啫。不過你知啦，你成日攞假咁，出邊咁多同事，我都要交代嘅。你哋有冇發覺啊？阿 Ken 啊，自從出院翻工之後啊，急救箱啊多咗啲咩咧？呢啲咪膠手套，就唔知邊個擺到嘅，係咪你擺噶？唔係喎，我諗到啲嘢，我懷疑有人咧染咗啲不可個人嘅病。咁即係咩啊？講嚟聽下啊！嗱，你要我講嘅咋，唔好周圍同人講啊！我懷疑公司咧就有人有艾滋病。喂，唔好亂估啦，李生。你身體裏邊嘅 T 細胞，亦即係抗體嘅數目上升翻好多，咁即係表示你而家食緊嘅藥，暫時可以壓抑到啲病毒。你咁樣講，係咪即係話我可以食少啲，甚至乎唔食嗰啲藥啊？乜啲藥好難食嘅？思敏，系。各位街坊，好多谢大家出席今晚嘅居民大会。政府喺我哋嘅屋村开咗一间专医奇难杂症嘅诊所，搞到我哋屋村品流复杂，居民出入提心吊胆。我哋要斗争到底，讨回公道。大家话系咪？系。我哋喺度住噶嘛。好似咁，我哋好好地咁坐喺度，突然間有班冤乜爛嘅黑衣走埋嚟坐埋你哋，又得唔得啊？你哋話得唔得？得唔得啊？係嘛？得啊！真嚟啊！佢哋搞搞震，污糟邋遢，抵佢死啦！點解要犧牲埋我哋嘅利益啊？各位街坊，我想話俾大家知道，艾滋病並唔會透過日常嘅接觸傳染得到。我希望大家可以心平氣和咁樣分析一下，病人嚟到呢度求診。其實是不是一件需要恐懼的事呢？其實呢，在我們屋邨外面有大把地方的，政府是都要在我們這裡起，搞我們的樓價大跌，政府根本就沒有諮詢過我們。就算政府諮詢不足，其實大家可以向有關的部門反映，絕對不應該將你們的不滿發泄在一些來求診的病人身上。如果有人滋擾或者侮辱了一些來求診的人，可能他們已經抵觸了殘疾歧視條例，而需要負上民事的法律責任了。我要強調，本村早期屢次向有關部門投訴，但那些官員一個推一個，一直拖延到現在落成啟用。我們街坊做的任何事都是政府逼出來的，大家說是不是？政府應該立即拆了這間診所，在第二度起個間，那麼大家都歸勞了。街坊有咩意见呢？各位，我唔知道在座有边位街坊系真正了解艾滋病。其实艾滋病只系长期病嘅一种。如果你话艾滋病嘅病人令到本村楼价大跌，不如话你哋越嚟越黑。有啲人认为话艾滋病嘅病人系因为生活唔检点所以抵死，但呢個世界冇一個人可以話邊啲病係抵死，邊啲病應該歧視，又或者係無辜嘅。咁樣講都有。佢哋患咗艾滋病，已經付出咗應有嘅代價。而家唔係叫你哋幫佢哋，只係唔應該落井下石，連條路都唔俾你行啊！啊，乜嗰個思敏講嘢講得咁激動嘅，講到好似佢老公有艾滋病。啊，老媽子啊，我發覺你最近多咗個優點。咩？就唔理你嗰日幾攰都好，你把口都停唔到嘅，噏得臭狗。喂，早排啊，你咪有乙型肝炎嘅，啲街坊問我啊，我夾硬話你係流行性大感冒啫。
嗱，你而家好翻啦，你唔怕同老媽主講喎？你係咪識咗啲唔正經嘅女仔啊？嚇！你又喺度噏得出就噏。你唔好以為媽子乜都唔識就得㗎，報紙都有話啦，乙型肝炎咧就同艾滋病差唔多嘅啫，都係可能經過嗰味嘢嚟傳染嘅。係咪我話有？你拋我走啊！我會整污糟你地方，搞冧你樓價。你怕？你又點同咧？你係我仔嚟噶嘛？你有事，阿媽點會唔理你？咁至於手術方面咧，本身唔係一個太複雜嘅心臟手術，主要嘅接駁都係大血管、強心。阿嬸想睇醫生啊？要考慮係啊。咁你仲唔入去登記？俾個心臟維持佢啊！隔住玻璃點睇啊？幫我哋將嚇。对不起，老孖子你都玩咩啊？你唔系翻咗工嘅咩？冇喎，漏咗份嘢咪翻嚟攞咯。你点啊？边度唔舒服啊？我话头赤赤咯。咁你仲企喺度？去登记啦。吓？登记啊？行啦。先一排咧，我咁搞间诊所，会唔会唔俾我睇医生啊？你歧视人哋啫，人哋唔会歧视你噶。有次啊，我闹个诊所嗰个职员啊，一啱俾佢整蛊我咪弊。哎呀，老媽子，你真係有病啊，而且仲病得好犀利添啊！嗱，你再唔睇醫生，冇得救噶啦！入去啦，咁驚死！姑娘，我想幫我媽咪登記啊！呢啲膠手套咧，係我等喺個急救箱嗰度嘅。但係估唔到嚇，有人搞到滿城風雨，仲傳聞有個別嘅職員患有艾滋病，咁即係點啊？而家？Peter， 你點睇？我冇艾滋病噶，我嘅意思係，大家都係好奇啫。如果公司裏邊唔係有人有艾滋病嘅，咁就唔使日防夜防啦。Fanny， 我覺得如果公司裏邊真係有艾滋病人嘅話，咁喺度做嘢咪好似黐住個計時炸彈一樣。咁 Raymond 咧，血可以傳染好多病嘅喎。如果講到傳染，我覺得感冒仲容易傳染啊，所以大家唔需要特別驚噶。我唔係咁睇喎，站喺公司嘅立場咧，如果真係咁嘅人，佢孭太多嘢喺身，如果真係病發對公司冇好處。公司嘅立場，公司嘅立場即係我嘅立場啦。我嘅立場咧就係要員工做得開心，同埋有工作表現。你哋見過我女未啊？見過。喺你房嗰度嗰啲相咯，喺啲相度，喺啲相度。十年前我个女因为一次嘅手术输液嘅时候感染到艾滋病，嗰个系我个女嚟噶。如果艾滋病真系咁易受到感染嘅话，我今日都唔系你哋嘅老板。点解身边嘅人需要嘅时候？可以俾啲關懷同埋幫忙，好似我個女咁。我而家想照顧佢，我都冇機會。思敏，思敏，你可唔可以开声讲句嘢啊？我想听到你把声。听到我把声又点啊？我好挂住你，你而家喺边？呢度一直都唔见你，唔睇你电话，系因为我想一个人静静地谂下，唔想做错决定。无论点样决定，我都一定尊重你。
我知道你对我好好，所以我想我哋应该俾大家一段时间再喺埋一起生活。不过有好多嘢我哋要倾下。咁我哋而家应该点啊？揽实我。观众如对以上节目内容有任何疑问，可以在今晚8点至8点半打25118211，我们会有专人接听。